我覺得咁樣唔夠 interesting。唔係淨係背咁簡單，我要好有趣。三個水池，勝過一個維安池。引風機，佢個事業很大。將動能轉化做電能。你哋加把勁啊，知唔知啊？我哋唔需要。我哋八年勝，八年勝。耶！耶！歡迎大家嚟到屯門 T Park 園區，我係今日嘅主持人 Jerry 師姐嚟。入到嚟咧，有冇覺得係好靚啊？呢度咁啊，遠望就後海灣啦，咁亦都依山傍水啦，有噴水池啦，唔講咧都真係以為佢係一個公園。咁其實咧，佢係香港首個轉廢為能嘅環保設施。咁呢一度咧就係集污泥處理設施啦、環境教育中心啦，同埋休閒設施於一身噶。咁今年咧就係 T Park 園區嘅六週年，公眾咧仲可以免費預約入場參觀添。今日邀請咗啦好多人嚟參加 T Park 園區六週年嘅活動，轉廢為能爭霸戰。咁分別咧就有是當真嘅阿慈同埋 Angel， 智障情侶嘅 Cherry 同 Kyle， 媽妹 Boy 同埋 Poki。咁平時咧，你哋拍開自己頻道嘅片就好叻噶啦。咁今日肯定係大家遇過最有挑戰性同埋最多嘢要兼顧嘅活動。咁除咗要考大家嘅鬥智鬥力啦，亦都要考你哋嘅創意啦、急才啦、演技啦、姿態語言啦，同埋機性嘅。咁如果準備好嘅話咧，不如我哋出發啦！耶！你哋就要化身成為轉廢為能嘅研究生，咁分成三隊，以比賽嘅形式咧進行三項嘅挑戰，挑戰一下大家對於 T Park 園區嘅認識啦，再運用你哋嘅創意同埋你哋嘅急才，介紹一下乜嘢叫做轉廢為能，而總分最高嘅咧就可以晉身成為轉廢為能研究所嘅專員。咁麻煩工作人員將個實驗袍交俾佢哋換啦，係啦，即刻變咗轉廢為能嘅研究生啦，大家。好啦，事不宜遲啦，冇錯。LD 法咧有一個重要嘅功能嘅，咁喺每一項啦完成嘅勝出隊伍裏面啦，你哋就可以得到 LD 法短暫嘅支援，成為你哋嘅額外戰力。咁多一個人幫手咧，真係爭好遠嘅。咁陣間你哋就知噶啦。咁第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就以猜包剪揼嘅形式決定 LD 法會跟邊一隊去玩第一個挑戰。一、二、三，哇！恭喜大家！阿慈同阿友可以得到 LD 法，你翻工啦，翻工啦，好似唔好愿意，好似唔好想咁。你冇啊，你注定跟我哋啊。为咗能够令大家亲身体验到咧资源嘅重要性，同埋发电咧都有好多个方法。咁每一队咧都可以派发到啦转废为能嘅道具，就系一部冇咩电嘅手机，咁同埋手动发电机。而 LD 法你就好重要啦，咁佢就做慣啦 Doctor Strange 嘅功能啦，咁因為佢手部嘅肌肉非常之發達，咁可以幫大家咧不停咁幫呢一部手機充電，咁所以啦 LD 法呢個額外戰力就係你哋智勝嘅關鍵啦。不如我哋入去講解一下第一項嘅挑戰係點啦。好。第一項挑戰就係 T Park 精華遊，咁就考一下大家咧對於 T Park 園區嘅熟悉程度啦。咁各隊咧一陣間就會發揮你哋嘅創意啦，同埋個人風格，用你哋嘅手機咧去拍片介紹 T Park 園區最受歡迎嘅景點，分別咧就係 T Hall、T Spa 同埋 T Cafe。遊戲規則：三隊分別拍片介紹 T Park 三個最受歡迎嘅景點，20分鐘內要揾到個景點，然後構思點樣拍，最後用剛才派俾大家冇咩電嘅電話拍攝一條短片，介紹一下景點有咩特色同埋吸引嘅地方。拍片最緊要畫面好睇，另外係內容嘅準確性。如果內容正確，先至叫完成。好，齊人啦，可以進場轉廢為能爭霸戰 ，Go！ 邊度啊？喂，呢廁所嚟嘅喎，喂。嚇？喂，上面你睇下有冇 Google？ 呢個係查個天入邊？呢度有冇 Google？ 有冇 Map 啊？呢個？喂，冇啊！邊個？我想問下 T Cafe 喺邊度？撳啲上一樓。唔該你。咦？唔係喎，嗰邊都有喎。嗰邊得唔得㗎？我哋已經錯失咗好多嘢啦！喺邊啊 ？T Hall， 睇我呢度咪 T Hall 咯？喂，呢度。快啲啦，20分鐘咋？我而家好迷茫啊！見到佢呢度，我知道。而家我哋去揾電掣，揾太陽能。首先揾電掣，跟住然後咧，插緊電嘅時候咧就背稿，跟背完之後咧就可以去翻入邊。唔係個重點係冇插頭啊！電掣唔係佢唔係有個太陽能咩？喂，真係得喎！佢著緊燈啊！真係㗎？嗱，見得幾多？咦，係喎，咁得啦，喺度吸收啦。好犀利，400次差電啊！一樓，
喂，呢間係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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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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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個飛，貼個飛，好好好好好。哇！哇！你一睇就知咩事啦。哦。呢個傳説中嘅 T spa。好，我哋可以即刻度我哋嗰個酒位啦。好。我覺得係咪佢話有三個温度噶嘛？係。可以揀翻自己適合嘅温度去浸咯。36、26、16。係啦，好似三圍咁樣。三個水池。勝過一個魏安池。勝過一個魏安池。平時咁樣拍 vlog 啊嘛，我覺得咁樣唔夠 interesting。點樣可以分離啲啊？唔係淨係背咁簡單，我要好有趣。喂，我哋要諗下點樣拍喎。我覺得最好的方法咧，就係你揸機啦，跟住係你一路喺度講啦，跟住我做動作。好啦，諗下先，我哋點拍咧？你 take 我，咁我就跟住開始講到呢、這個。定我 take 你哋啊？多個人。係喎，我哋多個人喎，吸引啲喎。好嘅，就咁啦。我 free fall， 我喺呢度等你 free fall。如果你係咁樣入到嚟啦，跟住你介紹完兩樣嘢之後，跟住你轉鏡俾我，跟住 hello， 喂，跟住你咁樣倒下行倒下，跟住撞到，哎呀，我俾呢、這個，跟住你入到下行，跟住撞埋呢、這個，哎呀，嗰條樹枝膠真係好襟撞喎，跟住坐到 OK OK， 呢個形體唔錯，係廢物啊嘛，我哋要備三日喎，今日我要帶大家嚟呢個 T Hall 度圓館參觀一下，首先介紹呢一個硫化藏焚化技術嘅短片。大家好，我是 Dr. Bowie，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 T 嘅飞人。好，预备三、二、一，欢迎收看特别新闻报道。咁我哋啱啱收到一个线报咧，就话入边 T spa 咧系一名不明嘅男子入去游荡紧。我哋一起去探个究竟先。好啦，介绍完毕。T spa， 浸住你哋全家。唔该，一个素食沙律啊，唔该。喂，這個 good take 完成了我們今個挑戰，咁大家可以打開你的手提電話入邊嘅 album， 揾一揾線索，你就可以話揾到下一個嘅目的地噶啦。咦？鉗嚟㗎？成個鉗咁喎，睇下佢個字先。烏泥夾，我哋去揾烏泥夾。行住嘅，行住講啦，行住。哇！哇！哦，見到啦，見到啦，見到啦。喂，行快啲！佢哋追嚟啦！哎，走啊！我一定追過你哋啊！捉住佢！哇，你跑得咁快！全隊啊 ，Eddie 跑得好慢啊！耶！恭喜曬！咁揾到我咧，就代表大家揾啱地方啦。咁我目測最快嗰隊咧就係媽妹，耶！咁就係有三分嘅。咁第二隊咧就係智障情侶，有兩分。第三隊咧就係是當真，都有一分嘅。好啦，咁以下落嚟嘅時間咧，就要交出你哋嘅手機。要啦，丑妇都终须见家中啊！我唔要个叉电器啊，留翻俾你哋玩先。好，即系电话得啦。好，逐一睇下佢哋嘅片拍成点先。今日我要带大家嚟呢个 T Hall 度圆馆参观一下。首先介绍呢一个硫化藏焚化技术嘅短片。我就系短片。冇错，你就系短片。呢、這個硫化藏焚化技術係會利用噴嘴在焚化爐的底部噴射注入空氣，然後當空氣達到一定的含量之後，沙床就會將刺耳的沙粒懸浮在空氣入邊，情況就好似滾水一樣，或者女朋友發脾氣咁。呢、這個過程稱為硫化。硫化。當污泥被注入焚化爐的時候，高温的蒸氣會將污泥弄碎成細小粒子。均勻散佈在沙床上面，我睡了。懸浮的熱沙和污泥混合，而爐裡面的強烈翻騰和燃霧過程會將沙裡面的熱能快速傳到污泥，令到氧氣和用來做燃料的污泥完全混合，加速燃燒，提高焚化效率。你和污泥混合、啊、去哪裡？喂喂，你就是污泥啊，你這麼怕。我出於污泥。喂喂，到啊。第二階段燃燒的時候，會有更多空氣注入這個沙床，令分解餘下的有機粒子，例如二惡英咁啦。爐裏邊嘅污泥即係我，至少會有兩秒達到850度或以上嘅高温，比火山爆發或者女朋友發脾氣更加熱啦！哇，好熱啊！好，經過焚化同埋煙道廢氣處理之後，剩低嘅殘餘咪咧得翻原先污泥體積嘅一成，大幅減少90%，即係你減肥啊！你減肥啊！你減到最瘦啊！係啦，最瘦係啦，係好好好，咁跟住出行快啲，行快啲。唔該，我好瘦啊。你變成煙啊！歡迎收睇特別新聞報導。咁我哋啱啱收到一個線報啦，就話入邊 T spa 咧係一名不明嘅男子入去遊蕩緊喎。我哋一齊去探個究竟先。係。
咦，我哋好似已經揾到嗰名不明男子啦。嗱，首先呢度有好多 locker 啦，咁我懷疑其實佢潛伏咗喺嗰啲 locker 店出埋嚟啦。咁之後，之後就交俾我啦。我話你知，你哋已經嚟到 Spy Area。Spy Area 有乜嘢啊？首先有呢一個常温池，常温池係26度，然後有呢一個熱水池，熱水池係36度，然後再去埋最遠嗰、那個，最遠嗰個係乜嘢？冷水池，冷水池池一三個乜乜池就勝過一個矮安池，冷水池就係16度。我哋喺呢一度可以揾到一個唔焗速同埋一望無際嘅海景。咁因為呢一個男子嘅情緒就相當失情緒，相當失控，我覺得就懷疑會唔會係因為佢眼前呢一個嘅風景而震攝咗咧？咁你見到啦，面前係一個落地玻璃啦，而亦都夜晚樹影水清沙油，咁就有個大海可以望到，甚至嗰邊係有個噴水池嘅。咁如果睇唔到嗰邊噴水池，你都可以睇呢邊個維安池嘅，就係咁多先。最後我哋記住口號 T SPA T SPA， 帶埋媽媽，叫埋爸爸，浸住你哋全家。大家好，我是 Dr. Bowie， 今天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T Cafe 这一地方。这里知不知道全部的傢俬都是在旧湾仔码头回收回来的防撞木来的，所以无论你怎样撞它都不会受伤，受伤的是你。还有这里这一块东西我都很推介大家过来得闲转一下，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透明树脂胶来的，你是从来都没想过原来转和坐是可以这么好玩的。除了轉好玩之外，這裡還有不同的東西可以給大家免費拿走。首先就是環保概念給你免費拿走，第二就是這個咖啡渣。這個咖啡渣的功能包括天然去污、吸濕除臭、驅蟲劑、有機花肥、身體磨砂和天然眼膜，重要它是免費的，你絕對可以拿回家。除了素食之外，他們的色食文化都很值得你去參觀。他們提供兩個 size， 包括 regular 標準、light 輕量、標準 regular 和輕量 light。 另外他們這裡的 menu 全超一半都是素食來的。麻煩一個素食沙律，麻煩。拍片咧，對於你哋嚟講咧，一定係冇難度噶啦。雖然一鏡過，但係咧三組都拍得非常之好。咁但係綜合曬咧，最快同埋條片拍得最好嘅分數咧，呢一個回合最高分嘅咧就係智障情侶，恭喜曬！係有5分嘅，係啦。咁貓妹同埋是當真咧，你哋係平分嘅，都係分別有4分。咁換言之咧 ，LD 法，喂。嗨，你唔係要走啊？你嘅額外戰力就要分配俾佢哋啦。冇啊，唔係一直都係做緊呢樣嘢咩？你快啲交俾佢幫你無限充電啦。好，交俾我啦，多謝你。哇，飛機飛機飛機！我真係攰嚟噶。完成第一項嘅挑戰啦，想睇下你哋嘅手機仲有冇電先，拎出嚟望下。嗱，如果冇電嘅話咧，就要瘋狂叉電啦，因為咧電話冇電咧，你哋就好大鑊嘅。同埋等你哋知道咧，能源係幾咁得來不易啊。有電。有電係嘛？有電，同埋有電啊！有電好多。約喺呢一度等咧係有原因㗎，咁因為成個 T Park 最核心咧就係污泥處理嘅設施，每日無間斷咁運作啦，咁自啟用至今啦，已經處理超過270萬噸嘅污泥，咁而呢啲污泥咧，咁就轉化成為咧有用嘅能源。咁而今日啦，我哋第二個遊戲咧就會喺呢一度嘅進行㗎啦。咁首先我哋揀一位手腳最協調嘅隊員，邊一位手腳最協調？阿美啦，好，係咪揀咗啦？揀好啦，揀好啦。好嗱，咁咧，你哋咧就負責係揸機嘅。嗱，咁另外咧，手腳比較冇咁協調嗰位咧，咁機會就嚟啦，就係轉廢為能嘅機會就交俾你哋啦。咁事不宜遲啦，我哋馬上進行第二項嘅遊戲，就係形體導賞團。遊戲規則：每一隊會被指派其中一個組件，派一位用簡單句子配以肢體動作解釋污泥處理設施組件或運作過程。另一位就用手機拍低過關條件，最佳演繹為之勝出，包括用盡肢體動作清晰易明，句口號有意記，一分最低分，三分最高分都是由我比分的。交換台給我示範啦。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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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污泥處理的第一步，將污泥夾入去斗篷裡面，重量好像大笨象咁重。掂唔掂啊？係，真係。我交個台俾你哋啦，流花藏粉花露。好，俾一分鐘我哋度個橋。俾一分鐘你諗。嚟，我哋流花藏粉花露，整啲押韻嗰啲。流花藏粉花露，啲銀色噴嘴喺曬度。咁噴出嚟啲空氣就唔會嘈。橙色嘅管管係冇毛啊，冇毛。哇！毛管洞啊，真係。係。好嚟啊，準備咯，大家俾個 beat 嚟咯，嚟啊，一二三四。流花藏啊，粉花露，銀色噴嘴喺曬度，噴出嚟嗰啲空氣唔會嘈，橙色嗰啲管又唔會嘔，總之消曬污泥就最有數啦。哇 ，OK 喎，媽妹交俾你。Sure。呢個邊係？好，我哋蹦字卡，直播蹦字卡，蹦字卡，播蹦字卡，直引风机，佢个声音很大，咁鬼大就应该够用一排。如果冇办法将啲废气净化，焚化过程就立即停下。好，咁我哋即刻去下一个地方，就交俾你哋啦。好，行啦。嚟到蒸汽鍋輪機呢度啦，咁紙張情侶交俾你哋啦。你有啲料喎。嗱，我有少少諗法嘅。今日天氣咁熱啦，咁我哋唱翻首應節啲嘅歌。應節嚟講，不如唱啲凍啲嘅歌。度好咯。大家啲舞步咯。咁你哋邊個跳啊？我同 LD 發跳咯。啲粗重嘅等我哋嚟咯。請留意歌詞，三二一。高温加壓蒸汽推動轉，換機一片轉動。将动能转化做电能，咁我就又有电用。哇！哇！天彩，精彩！我中意呢个静啊！形体导赏团啦，咁三队都已经演出完啦。咁跳得最好嘅咧就系妈妈你哋，咁恭喜啦，你哋系有三分嘅。咁而另外两队咧，分别咧就有两分。咁换言之咧，你有啲发。你就可以稍微欲步去到媽妹隔離啦，耶！哇！哇！咁 LD 法咧已經去咗媽妹嗰組啦，咁依家我哋即刻進入終極挑戰，好出發 ，Go！ 除咗靠呢度嘅設施啦，可以轉廢為能之外啦，其實日常生活中咧。大家都可以實踐到轉廢為財，將廢物升級再造的。咁所以我哋今日就會喺呢一個環境入邊進行我哋嘅終極挑戰——膠械人。一陣間你哋可以發揮你哋嘅創意同埋想像力，設計一件咧屬於你哋自己有換味又有用嘅膠品，就好似呢個膠械人咁啦。咁係一個非常之精美嘅座台燈，哇，幾靚！會咁一陣間喺開始呢個挑戰之前你哋有機會去作答問題，去贏取更加多嘅珍貴物資嘅。遊戲規則：第一，答問題贏資源。有十條問題，鬥快撳鐘搶答。我叫你嘅隊名先至可以作答，答啱可以揀一樣物資。喺二十分鐘內將廢物再做機械人形燈座。咁問題嚟啦噃，要快很準。第一條，大家依家身處 T 牌香港邊一區？屯門街。正確嘅，恭喜曬！冇錯嘅，咩都撳咗先啊，係咪 ？O K， 好，咁啊，你可以揀選珍貴嘅物資啦。整個黐黐先啦，呢個係附送加冠。咁啊好啦，第二條 T Park 嘅中文名係你哋園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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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咪正確答案係咪？好，園區嘅，恭喜曬！咁啊，媽媽可以揀你哋珍貴物資啦。我哋有揀要用膠。你哋加把勁啊，知唔知啊？正。我驚你哋。百年勝，百年勝。我驚你陣間用口水黐住啲嘢。唔係咁呢個喎。好，第三題，今年係 T Park 嘅幾多周年？六周年。恭喜曬，耶！可以揀物資啦，哇，好珍貴啊呢個物資。差啲搭六十啊！六十周年，好，第四條 ，T Park 最犀利嘅地方就可以轉廢為能，
咁到底佢哋將乜嘢廢物轉化成為有用嘅能源呢？誒，你哋最快。污泥。污泥，污泥啱，但係轉化成為咩能源呢？電能。都啱嘅，好，恭喜曬。好。下一條，第五條啦。T part 裡面一共有幾多個焚化爐？哇！冇人識撞啊撞啊撞！好，你試下。六百個。答錯唔扣分噶嘛？答錯唔扣分，我哋冇搶答嘅，所以輪到下一題。答案係四個嘅啫。哦。下一條。咁當 T part 兩座渦輪機全面運作嘅時候，所產生嘅電力可以足夠供幾多個家庭供電呢？600。哎呀，頭先我哋唱嗰個歌詞有㗎。唔係幾多家庭？六百。錯，答案是4000户家庭。哇！第七條，大家留意住啦。T part 所處理的污泥是來自於乜嘢地方嘅咧？好，可以試下答。屯門。錯嘅。答案是來自於香港11間污水處理廠嘅。好，第八題。T part 每一日可以處理幾多公噸嘅污泥？600啊？都錯，唔緊要，我哋答案正確答案係2000公噸嘅。哦，第一句已經錯。下一題，啲污泥喺 T part 燃燒完之後，佢哋嘅體積會細咗幾多咧？好，細咗幾多？係啊，細咗10/9咁啊嘛。10/9啱喎。係90% 嘅細咗，恭喜曬！哇，犀利！研究多少？你哋係揀得最多物資嘅，暫時好犀利。你揀得咁冇用嘅。好，第十題啦，大家爭取啲機會啊。T part 每個禮拜都會休館一日，唔對公眾開放。咁請問係星期幾休館呢？好，請答，媽妹。星期六。錯嘅。好，冇啦，冇補答嘅。咁我哋十條問題咧就已經答曬啦。好，咁係答案係星期二嘅。星期二。好，咁恭喜曬大家手頭上嘅物資先啦。咁啊，你哋發揮你哋嘅創意同埋想像力，去設計屬於你哋自己嘅交客人啦噃。好啊。在大家整緊交鞋人的時候都可以介紹一下，而家呢個空間就叫做 T Sky 園景，咁就收藏咗很多環保的創意家具啦。咁而 T Park 園區不定時都會舉辦不同的 workshop， 俾大家的創意咧同埋環保心思可以透過轉廢為能研究所好好延續下去。而大家就要記得密切留意住 T Park 園區佢哋嘅 Facebook 專頁啦。好，咁提提大家啦，咁而家仲有大概4分鐘嘅時間啦。四分鐘，我剪一剪美化一下佢先。有筆噶嘛，你甚至可以用呢啲嚟裝飾噶。喂，好正啊！黐線，3.5分。呢個係焚化爐嘅煙筒，一個象徵式嘅藝術啦。叫做咩好啦？小木偶，燈芯小木偶。轉翻。咁樣。20分鐘夠鐘，這個回合咧。作品最高分的就是是當真，好半啊！首先咧，講下點解你哋嘅作品最高分先啦。咁首先論高度嚟講咧，你哋嘅作品係最高嘅，最高度嘅。第二咧，你哋嘅作品個名係咩話？燈芯小木偶啊！係啦，咁呢個名字又換味啦，又有創意啦，同埋咧。佢個髮型我真係好欣賞，係啦，咁你呢個髮型做得好好啦，咁同埋佢嗰個意義喺當中又可以又喺屋企擺鎖匙啦，又係燈啦，又可以儲到錢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好有創意同埋係好有心嘅，咁所以咧恭喜你哋，咁呢個回合咧你哋係最高分有3分嘅，咁第二啦就係你哋有2分啦，你哋就有1分嘅，咁綜合咗我哋3個回合咧，最高分嘅係，噔噔。你哋兩組嘅，我哋呢個回合裏面咧，即係出現咗兩組係最高分啦。咁而媽妹你哋咧，雖然係8分，但係都唔使擔心，因為咧結果咧仲可以有機會逆轉勝嘅。咁就係因為啦，我哋喺個手機裏面咧，如果電量係最高嗰一隊咧，我哋會有 bonus 3分送俾你哋是但一組嘅。咁所以咧呢個關鍵嘅時刻就要睇下你哋嘅手機邊一個嘅電量係最高啦。咁我哋緊張嘅時刻又嚟啦，就睇下大家嘅手機仲剩翻幾多電量喎。是當真嘅手機電量係有40%。哇，勁喎！咁啊，智障情侶，你哋嘅手機咧電量尚餘
39%。媽妹你哋嘅手機電量係39%。今日嘅終極大贏家就係你哋，是當真，恭喜曬！繼續猜，犀利！亦都恭喜佢哋可以晉升成為啦轉廢為能研究所專員。咁不如一齊同你哋嘅作品影張相先咧，好靚啊呢個作品，耶！經歷過今日之後，相信大家都更加了解到轉廢為能的這個概念，還有更加認識到 T-Park 這個地方真的很漂亮，絕對是假日的好去處。現在其實已經開放給公眾，大家已經可以去到 T-Park.hk 登記預約，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T-Park 園區的6周年活動轉廢為能爭霸戰已經圓滿結束了，多謝你們的支持和參與，下年再見，拜拜。拜拜。